中国我所采取方周国的玩偶饮料饮料未听过了饮料饮料什么周国的玩偶饮料人心还是饮料力量力量是什么魔鬼也以力量检查撇开政治较量不说一个愚人别离没有丈夫孩子送行归来没有老夫热泪拥抱三年了万里之遥天国一方作为一个愚人岂不完全全心还能宴席所长一与他所言他即使妻子梦清玉露国家门而不遇还有白发苍苍的老母在家守望如果不是牙盖回顾周国的王偶怎么样也得回家看望一下就是半途行差也允许还件衣服吧这一别还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坦然相见一切必须听从周国的安排需要看他在加拿大的日子愿景中过着公主般生活还可把家人从中国接到身旁我要说你的周国人心情善即便用专辑和欢迎的人潮把罗西包装不知蒙雨时的雷雪为雪留下周国的网络永远齐聚哪里不应是你投入的人